对学校的这个算讲校徽到这个校歌，各里面的学校的董事长、甲校长、副校长，咱详细来记录。除了是文具相片介绍之外，佮有创校以来甲真侪国家的学校交流所收到的纪念品。大大小小满满的成果是南台科技大厦创校以来的点滴。最近校方甲整理来放在校史馆内底。前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啊，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，也没有人敢处理啊，对吧？地方归处，结果不会讲编。多到像那以前六合彩时候那个落难的身影啊，可以推拖卡啊，那这些啊，看无字啊，唔知啥物件哦，就是啊，很杂乱哦。啊，他就组一个这个团队，来把这里面的这些文物呢，再重新做一个整理。校长罗丁波表示讲，学校自1969年创校到现在已经超过数十档，过去真侪纪念品、甲史料文物，咱查讲要收藏，算唔查通来整理做着展示。今年1月份进行着校史馆的整建，一边总整理，和参观民众了解到创校的历史甲辉煌成绩。所以这一栋就是现在我们大通市教育的一个核心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通市教育中心的办公室就放在这边，以后这边就是我们通市。中教育中心的一个重镇。而且校史馆就伫人文艺术大楼3楼规整的空间，内底大小展示物是相当多，尤其是讲甲国外学校交流所收到的纪念品，更加是有国宝级的。其这回校史馆整理了，让因会当有机会被看到。同时，这个校史馆嘛将作为学校的通识课程的重要所在，嘛欢迎着校外人士会当来参观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因空采访报道。